啊，微软中标，甲骨文将与美国 TikTok 合作。实际上呢，是这个 TikTok 确定已经卖给了 Oracle 了。微软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试图阻止 TikTok，并要求字节跳动哥离开。现在呢，已经成交了啊，确定性质疑尚不清楚。但未被描述为直接售出，那它应该是一个 partnership，就是说这个合作。那这么说还是保留控股呗，是吧？是不是代表这个字节跳动呢保留一些控股？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的建议会是很好的 TikTok 用户，同时保护国家安全利益。我还是没看懂到底这个微软跟他们有没有关系。明确的是这个 ORCL Oracle，还有这个 TikTok。下面是一些政治的东西，我们就不需要去看它了。我们直接还是来看股价吧。这个微软先看老大微软，微软呢是下调了这个现在的隔离岸，不是离岸叫什么隔夜，隔夜的是这个是跌了0.3。那看一下 ORCL Oracle 甲骨文公司呢，也是跌了0.18%。那看一下这个总的吧，看一下他们的线路图。那他们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理由的，像那 Oracle 你看，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它上过61块钱，它最后虽然那天是收跌的，它是收跌上到61收跌，但是它已经是到了一个。怎么说呢？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探头，探上来可以直接会往上冲的一个地方，啊。微软呢？微软是保持一个向下的势头，并没有个探上来的这个。那如果让我重新部署的话，你明天礼拜一起来，我会买一点点 call，买一点 Oracle 的 call。但它目前不是尚未明确嘛？那我们就来等于赌一赌它这个实际的情况。可以明确的是，Oracle 跟 TikTok 已经是有合作了。微软到底是为什么说微软是中标的呢？这刚刚是47分钟之前的，我们还要看后面的后续报道啊！谢谢大家。